这款 Grip Light 型号呢，我非常的喜欢，它跟 Grip 呢是一样的，那只是呢，你们可以看见它的手背是采用网眼的面料去制作的，所以呢，怕热的朋友啊，可以选择它。在透气度上呢，它是提升了非常多的哦。而且你们可以看见，当你握拳的时候，你的手背是非常的有灵活度的，它整个上面是很薄的，可是不用担心，这个网眼也非常的坚固，不会容易破。那手心的部分呢，跟 Grip 完全一模一样，就是采用他们专利的皮革去制作的。那除了黑色以外呢，它还有一款白色，全白的，在比赛中也可以佩戴。另外也有这一款深蓝色的款式，一样这边呢是采用魔鬼毡的贴口，那里面一样有这个弹性绳，所以你的手腕不会被卡住，非常的灵活。